你吃啥？吃果冻啊？前面的是在吃早饭排队，哇，哦，你水哦，嗯，漂亮，这是吃早饭的地方，哇，出来啦，很近，出来，好，再到高头去，来 ，go， 再来，我有点恐高。现在是早上七点，他们超准时的，6:59发船了。我的天，风好大。看起来了 ，Let's go。那香蕉要挖头哎。哎，下头香蕉在高头。好，可以啊，爸爸乖他，回得乖吧。今天天气好，都是来公园的，好多人排队呀。后面人呢？哦，在这里。嗲哇爸爸。哎，来了个里向拍。啊，老好看。哦，好酷的。它室内 有花的，你看里面有水的。哦、哇，室内的花好美啊！嗯。好，这个室内是餐厅。哇。这是餐厅还是室内的那个？亨姐，旋转木马，亨姐，侬快过来看，旋转木马，2块钱一次，10点开门。哎呀，对不对？
我欢喜阿姨的狗狗。过来看。那自家拍点视频真的老赞。我的妈呀！那鱼啊，喏。我们走之前，突然想回来给潘吉做旋转木马。哇！啊！哎呀！我们包场了，哈哈哈。潘吉数好了啊。弄不好，开心吧？跑好了，走啊 ，Let's go。这是在一所大学里面的城堡，其实我十几年前有来过，但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这原来是在一所大学里。很多人到这边来拍婚纱照了，大家都站在这边。哦，城堡是开的，但是今天应该是关着的。这是另外一个城堡，我们往里面走吧。我们现在来到市中心，那边是酒店，这边是省议会大楼。我们现在进入省议会大楼了，它还有这个 public tour 3点4点。哇，克里香，哇，开会的地方。Oh, that's okay, that's okay, thank you. 哇，哇，对面是港口，然后这边是酒店，这里酒店。哇，阿布抬头看。
潘姐。这边都是彩色的小房子，水上的。我买了冰淇淋、巧克力、香草、番茄、草莓。我们点的外卖，哇，好大两块。番茄吃薯条，不弄番茄酱好吧？我们来了唐人街。到了这个 Fountain Alley， 说是加拿大最小的弄堂，看一下。哦吼，这样子的。哦，是一些小店。有没有以前那种什么夜上海的感觉？我们本来5点钟的船，但我提早到了，他们就说你多付11块钱，然后可以提早走，我们就提早1个小时离开维多利亚了。